哟，早上各位，今天我们要来骑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咖啡路线。今天跟阿甘，还有我们是乱入机科团，我们将骑一个就是从志善上峰柜，然后到万里，到基隆之后，再从新台五切回来，看里程大概六十几公里。好，我们先往峰柜嘴前进吧。要崩溃了，崩溃而已。畏惧的崩溃嘴要开始了。我上一次崩溃嘴，应该就是上一次你们看到影片那一次之后，就再也没来过，因为太厌世了。其实很怕崩溃嘴。我们带从这边出发，然后要骑到万里，再从基隆回来。准备，崩溃嘴出发。一进来就是先来一个超级陡的上坡。哇，真是怀念，但不要太常来。刚骑完崩溃嘴之后，一路下滑，现在在万里市区。因为我第一次来，现在大概骑了二十公里，然后继续往基隆前进。Go！ 我们现在往基隆前进，这一段从万里过去的路大概九公里，但目前好像都是上坡。现在是快八点，开始出太阳。好饿，去基隆吃早餐。像你刚刚说这边是往哪里？我们从崩溃嘴下来万里的话，会是走这边。那如果走北安，会走这边这个比较岔路这样。好，所以这边是我们要开高速公路下来的岔路那边。没错。So nice 呢？肚子饿，教练，今晚吃早餐吧。Go go。到基隆了，上次也来过这边，就是应该是火车站附近，然后他们的庙就是菜市场。等一下往基隆那个渔港那边，就是大智那边前进。Go go！基隆海洋广场，
这里就是有很多军舰的地方，超美的，每次来这里都超级想飞空拍，但这边不能飞，好漂亮哦，而且今天天气蛮好的。然后现在大概是基隆人的上班时间，就是8点半，所以路上车蛮多的。海洋广场拍完照，我们准备去吃早餐。到了，早餐店。我刚刚在说，我每次选早餐的时候都是最快的，因为我吃素嘛，然后通常这个菜单上的素食就是一两种，所以我就直接选那种，比如说我今天选经典，然后就是只有一个素，选择最快。我要吃爱尔兰豆薯蛋沙拉，因为我的早餐来了。看起来很厉害哦。好吃哎、欸！早餐团，等一下我们就要从基隆一路骑回台北。出发，吃饱喝足回台北，回家上班剪片。现在距离大概35公里，我们要走新台回到汐止，再回到松山，再回到士林。Go go， 越来越热了，赶快回家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六堵这一段，每次都从那边骑过来都下滑，现在骑回去。好远的上坡。坡顶终于到了，哦，蛮长的这一段，汐止区下坡到了。骑一骑就到 Garmin 了， Garmin 总部。教练下车去上班，我继续往大直桥。台湾也是，我到这边陆底就要走了。拜拜，学长一个一个走了，自己骑车回家。现在已经62公里，到家大概是68，大概在35公里左右。总里程66公里，结束啦。哦，今天的早餐约骑其实蛮有强度的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去早餐约骑的简单 vlog 啦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我是你的教练队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